啊，就这样，我先挂了。他是在故意跟我刷卡开门，可我没记错的话，哦，对了，嗯，你们家是不是那个什么来着？不住这儿，出去啊，大哥，买菜去了。是，谢谢啊。嗯，又特地拿了蔬菜当掩护，好让开门的业主不会多想。这人很有问题。怪不得最近楼里的小广告这么多。不过与他扰民相比，传单上的虚假信息问题更大，而且每个都精准对应各住户的身份习惯，说明他掌握着业主们的个人信息，这样隐患很大，得给他个深刻教训。有在家的姐妹们，才能让他不敢再。待会儿有个活动，你们一定感兴趣。Run.